高雄有一名毒虫探视酒驾被逮的干警，担心随身携带的毒品会被警方发现，就偷偷将毒品藏在警所的骑楼的柱子。眼尖的员警发现之后，立即将他逮捕。还有另外一名毒贩开赃车行窃，被警方包抄拦查，同样也是扭送警局。远警一路奔跑要追前方吸毒的嫌犯，双方在街头追逐，最后嫌犯不小心跌倒，摔得全身是伤，被警方逮捕。刚刚都是记者在下车，包括都在外面了，全跑去派出所里面了。哪家米家？这名倒霉的毒贩一早来到派出所要探望酒驾的干姐，但因为随身携带毒品不敢进去。当时嫌犯灵机一动，就将毒品藏在外头的柱子旁，没想到全程都被眼尖的警察盯上。大概有没有到我包包？你现在现情况，我为什么不能动你刀包？你是工商委是吧？你法律很懂吗？我走啊！开来，快讲！警方在山区前后包抄将男子逮捕，经过调查发现，男子偷骗内门、燕巢、旗山等地，连警喝令他蹲下，并在身上搜出海洛因、安非他命。你我呀，你用手机去看偷犯这架查拉车点对不？有9793点对吧？对吧？哦，两人沟通点都是前科累累，最后栽在警察手里，因为毒品在人生的道路上摔了一大跤。记者南部综合报。